社会安全网的会议啊，我们也要求说啊，必须啊增加啊查核的这个频率啊，不管是托婴中心或者是幼儿园啊，那假如有这种过去的一些个案啊，或者是一些的举报，也重新再做一次 review 啊，来把这些有可能啊风险比较高的这些幼儿园啊，逐步的一个清查。那另外我们也加强啊这些资料的一个勾稽，好像这一次在凤山大寮，这个就是啊我们发现一个个案，那也同步清查该啊这个负责人啊家族所经营的啊这个幼儿园或托儿所啊，那把一些有可能的这个案把它主动的就把它抓出来啊。那第二个我们也要求要啊从重的来处罚，并公布负责人啊。